视频的开始，我们一起来玩个小游戏吧。你喜欢玩刺激战场还是王者荣耀吗？什么段位呢？就在下方留言，一起寻找有缘人吧。说到大自然，不得不想到弱肉强食的法则。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一对犀牛母子来到河边喝水，但是旁边的大象就不乐意了，用自己的象牙对着犀牛母子就发起攻击。弱小的小犀牛被这场景吓到，仓皇躲藏中还摔倒了。大象发出阵阵嘶吼，像是在告诉犀牛，这是我的地盘，立马离开。无奈犀牛斗不过大象，只能带着自己的儿子慌忙逃跑。不得不说，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独特的领地意识，只要有其他动物闯入，避免不了一场大战。一头野牛误打误撞闯入了大象领地，这可把大象惹得火冒三丈，用象牙对着小野牛一顿猛顶。可小牛哪是大象的对手，留下几声惨叫，结局凄惨，命丧当场。看到这儿，不得不感慨道，这就是生存的残酷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点赞和评论哦。